千帆过尽了雾依然浓，点一支萤火照亮林冬。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懂，沉默的人慢慢学会了用。谁在害怕的夜里被冷吹痛，紧握天真却看着他融。你微笑说了一句请相信梦，全世界有种满春风。我会边哭着，我是军医，如果我不跳伞，那部队都坐飞机跳伞跳下去了哈，那我还有啥用啊？阅兵就渗透到我们骨髓和血液中的这个东西，永远不会忘。我们是中国首支那个联合医疗分队，也是中国女军人第一次啊踏出国门。觉得我们承载的是前面的女飞前辈们，包括整个空军对我们的期望。什么是真，什么是梦，复活的人倔强的孙悟空。呼啸而过的心动，假装从容，你还会不会偶然记得。我非常喜欢我们神九的任务标，因为在这个任务标上第一次有了凤的标志。各位主官，主官明白。关键时候冲得上去，危难关头豁得出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。穿上军装是我的新历程，我愿意到战场上去。两段凤四方报告你的任务性质，奉命接迎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。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，就是我在坦克上，然后那个风吹在我脸上，沙子打在我脸上，那个时候我才最美。我觉得我们从来都不是花瓶，我们也可以向他们证明我们是有实力的。测试过程中的任何一点误差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实弹发射效果，这要求我们必须周到细致，确保万无一失。然后看着就是自己亲拟的那些雷场的面积，就感觉很有成就感。作为零零后，就是感觉为国争光了。人这一辈子为祖国挺身而出的机会不多，如果国家有一天需要我，我肯定是义无反顾的。